那所以我也决定呢，我就认命。是，事实上呢，刚刚我知道我自己的接不起来嘛，然后我就借了刚刚接起来的正妹，但是果然跟电脑没有关系，跟人比较有关系。我就借了他的电脑，还是接不起来。报告学长，就是接不起来。好，那个要那个倒数计时开始，好，开始五分钟哈。那各位好，我是波翔啊，我就是在网上卖 ID BOBCHALB 大写字大写中的空格哈。那我在那个这场就是得来不易的活动里面呢，很荣幸再度担任总召的角色。那总召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总监吧，所以如果有什么建，如果你发现说这个场地你觉得好还是不好，好，我讲很婉转啊，好还是不好，就欢迎你写信给我。那反正我所有的你们的信我全部都会看。那我不知道各位在这两天的旅程里面觉得开不开心，因为好多好多的 conference 都在说，哎，我们要去 TICC 办，我们要去 TICC 办。啊，大家就觉得说，一方面觉得场地不熟嘛，二方面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黄澄澄的东西可以让自己飞过嘛。那所以说就是不太敢来，敢又不敢，敢又不敢。然后隔这几年，终于 CosCup 想说，啊，好啦，总是要有人来先写一个 beta 版出来，然后我们就先推出一个 beta 版出来给大家啊，那给大家做一个参考，我们希望可以后面写很多文件啊。那今年当然还是一样，从好几年前 Pim 他讲的说啊，从来没有看过有 Open Source Conference 排这么多这么长的队，我们现在已经每年都可以让他排这么长的队了，哇！那在这两天里面啊，各位应该有很多种各式各种不一样的体验，不管你是第一次来还是已经来好几次，那你可能会觉得说今年 CosCup 跟以往还是一样欢乐，你也可能会觉得说今年 CosCup 跟以往还是你还是不太敢讲话啊什么的。那不管总之如何，总之希望你已经学到很多东西，或交到很多朋友。那我们有100场左右的 talks， 这绝对是有史以来 CosCup 最多的，大家给易成佐掌声一下好不好？了解多一行一成鬼会造就多少复杂的因素，我们一口气多了4行。那迟到人数也不怕你知道哈，现在报名1800嘛，大家知道免费的活动大概报名率就报到率就7成嘛，我们大概8成啊，所以这次也是还不错，好，报名大概8.3%啊，那大家希望大家觉得很欢乐这样子哈。那同样的秉持欢乐嘛，就是总是会有会众在台下莫名其妙做一些什么事情，然后跟我们达成一个互动，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看现场表演的原因。为什么说先看现场表演呢？因为你看着录影的时候，你不是参与在那里面，那是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你改他的议程表，装置艺术家不会出现在台上，但是在我们这边你会出现在台上，你知道吗？你把那一分物改成装置艺术家会出现在台上，或者说你在台下看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。怎么可以料得到这个 conference 不会因为你而改变呢？对不对？你怎么会料得到呢？对不对？你就不知道说我会把它放上去，对不对？我甚至不知道你会拍到。那这次也一样的，我们在这边也有丰富的点心，那你有至少飞过去的东西很多的场地，好，那且不论什么好不好话，那至少你又看到说这么多人在这里，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啊，我们很高兴在这里啊，又 CosCup 遇到一大堆老朋友。我觉得这次 CosCup 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，就是让你每一年每一年来这里看到一些老朋友，然后学到一些新东西这样子。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花 40% 的时间去学习新东西，花 60% 的时间去交朋友或者遇到朋友。那无论如何，在这里请各位给他们一些掌声好不好？这些赞助商，谢谢他们。刚刚说了，你大概很难理解体会我的感觉，说每一秒每一秒我都看到黄澄澄的东西在眼前飞，如果不是他们，说实在我不敢啊。好，那也谢谢他们再次掌声。除了谢谢他们之外，说实在我要谢谢在座的各位，一样的在今年支持我们，在47秒之内就爆完了800张票，让我们一下子所有的压力全部都解放。我就觉得说，哦，我本来很担心说我们把那个报名数冲到1800之后，会不会大家觉得说其实也不太想报名。这证实了下届总召不用担心这件事情。好，下届总召一下立刻得更好啊。那在这边还是要感谢各位，感谢赞助商，也要感谢讲者，那还有我们辛勤的 staffs。我本来希望
Steph 可以上来这边、跟大家挥挥手，但是不好意思，时间不够，所以我们改一下方式、被我点到的那个组啊，组长、麻烦跳一下、然后用挥挥手 I'm here 这样好不好？一下、那我们首先先介绍一下、老股功高，今年八个议程鬼，全部都有他们助理的议程组，议程组小声来呗。接着是人数最多最可怕的场务组，场务组组长那边 Trista。 场务组还有很多的小组长，请学长请容许我不在这边一一的介绍，我在网站上面会把 update 上去，那反正有好多好多人都在场务组，那他们负责你的报道，你知道吗？昨天啊、前天的某个大会议的报道在这里啊，1100人嘛，塞的整个大厅都是，而我们呢，毫无压力哈，今天旅行创造升级，我们也升级了，了不起吧？好，接下来是行销公关组，行销公关组组长那边，在那边。小卓啊，好在Facebook 上面好在哪里发信啊，好，然后还有我们电子报里面有部分内容也是他们那边去弄出来的，那很辛苦啊，都被我追杀哈、好，接下来是销售组，销售组香香香香在哪边？香香这边哦。Costcom 的财务都是公开的哈，所以我怕你们知道说我们今年募这些钱，这真的是这几个人而已去把它搞出来的，真的很不简单，再给他们一次掌声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是进入组，进入组阿明在哪边？阿明在那边。除了摄影、录影之外，今年说实在，今年的进入组的复杂度远远超过我的想象，我完全无法控制你们的 issues， 都在那边，我完全不知道到底怎么样是好，怎么样是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他的设备多专业，多可怕、啊！你现在终于我们怎么会玩这个？270万是不是？哦，好可怕，我要去保险了。好，再接下来是线路组，线路组在哪边？线路组代表，应该是太远了，在那边，太遥远的地方，这边网络好不好？我们尽力了啦。那我们希望说，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，反正就写给我们嘛，我们看一下明天可以怎么改这样子哈。好，接着是会计组学长 Tim， 这真的是我学长，学长在哪边？我在那边，耶、yeah!。我们每几个礼拜会看一次那个他寄给我的 list 的时候，就我们有多少钱进来，多少钱出去，多少钱进来，多少钱出去，我就觉得还好不是我在管钱，好可怕。然后最后一个很厉害，非常夸张厉害的行政组，行政组其实只有前面五个人，然后后面是助理主持。那朱墨在哪边？外场。朱墨还在外场。哦，去现场，又去庆功宴，没错，就是这么忙。我们今年的行政组真的是小叮当，如果不是他的话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处理这么多繁杂的事情哦。按压站，要不然按压站站起来举个手好不好？来，那给他一点掌声吧。好，就是有这么多的人，以及从海内外来的讲师，以及赞助商们，以及各位在这里给我们的掌声，我们才有把这样一年一年办下去。那非常希望明年我们会在这里，或哎，不一定在这里。我都忘了要在小巨蛋了，明年我们会到哪里去，在这样的场合再见一次面，而且或许你是我们的议员，这很重要，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议员。好，那各位再给大家以自己一次掌声好不好？我已经超时了3分钟了，所以我必须要赶各位出去啦。各位，出去，现在。